一家亲，使用 Microsoft It's a great time to be a family 诚意呈现。Microsoft 实在必行一家亲，齐家合力赢掌机。Hey, 我是蓝雨莹，我是老编杨志龙。这是一个游戏节目，在四集的节目里呢，参赛者要跟家人呢齐心协力完成挑战。没错，每一集呢都会有两户家庭呢来对垒的。好，马上来看看今天的参赛两组家庭到底是哪号人物呢？打头阵的是洪俊阳和杜慧萍，两人结婚两年依然如胶似漆的甜蜜恩爱，今天小夫妻联手出击前来迎战。另外一组接受挑战的是唐玉书和曾诗梅，这对银色夫妻参加过不少电视游戏，合作默契自然不用再多说了。诗梅跟玉书、computer 电脑呢，应该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的，对不对？你们对他认识多少呢？非常的熟悉啦，每天都要见一次面，不然不行。一起身就上网看报纸啦，睡觉之前就要打游戏啦。两组艺人嘉宾呢，对电脑都是爱不释手的。现在马上来看一下比赛的形式还有规则，请看。游戏分为寻找食材和厨艺大考验两大回合。第一回合，在大本营的参赛者必须勇闯三关，每过一关就可获得一个食材提示。在户外的搭档则得破解另一个位置提示，然后依照线索找出食材。两组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齐三种食材。第二回合比的是厨艺，两个参赛家庭得根据指定食谱烹煮一道佳肴。两个回合的得分加起来，总分最高的就是这一集的优胜家庭。好，我们的游戏呢是很有创意的。首先我们要先找这个食材嘛，那一个食材呢也必须要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厨师去烹调它。我们的节目呢就找到一个很厉害玩这个食材搞创意的一位师傅 Chef Melvin。那他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变化这些食材来做一些很令人意想不到的一些料理。那他的创意料理呢，里面啊就会找到这些本地的食材呀、搭配这些异国的调味，而创造出另类的精彩。新加坡食材加意大利的调味，到底会变出什么样的美味呢？我们现在首先要介绍就是我们的第一道菜——鹰鸽鱼烩彩椒。擅长意大利料理的 Chef Melvin 这次特别配合游戏的要求，设计了独创的混合美味。令人激赏的是他大胆使用意大利佳肴常用的盐渍酸豆和本地的鹰鸽鱼，烹煮出叫人意想不到的新滋味。色彩艳丽斑斓的灯笼椒和蔬菜，大大的提升了食客在视觉上的感官。美食尚未放入舌尖，就已经让人口水直流。哇！第一个游戏由俊阳先出场，挑战的是跳舞。希望你要不要抽筋？这关只要跟着游戏机里的人物摇摆舞动，积分达到一万分，就算闯关成功。哇 ，nice 嘞！哇，还不错哦，目前表现七十万了，七十万。海都。哇，其实现在游戏真的越来越厉害了，对吗？可以让你做运动哎。应该买一个在家里。买一个在家里哦。对。100万的超过了，恭喜你！终于了。好，俊阳，刚才你表现还算不错啦。啊，不错而已。我们要赶快加紧时间啊。OK， 好。那重点就是你现在要找第一个食材。你的第一样食材就是，听清楚啦。鹰鸽鱼，快点找。鹰鸽鱼。从搜寻器找出食材的图片之后，贴到软件 OneNote 里，在外面的慧萍马上就能看到了。来，鹰鸽鱼。鹰鸽鱼知道是什么吗？怎么来的？我给你一个提示。好。好不好？提示一，最有福气的鱼摊。有没有卖鹰鸽鱼啊？鹰鸽也没有。要找那个最有福气的鱼档。是一个胖子吗？我不知道哦。最有福气的摊位，看张大眼睛。哪里都在卖鱼。等一下。什么字？这个招牌，福林。老板，你长得很有福气。有没有卖鹰鸽鱼啊？有啊。小姐，阿姨啊。对。哦，就是老板啊。
猜我的名叫什么？是正确的。哎，要买什么鱼？英哥鱼，老板。你看哪一个是英哥鱼？这个吗？它长得像英哥吗？这个不是，帅哥是这个吗？可能没有摆在这边呢，也说不定。小姐，手机里不是有英哥鱼的图片吗？怎么不拿出来看？我都给你提示了嘛。OK， 我懂了，这个。哎呦，明示暗示都给了才找到。现在我们的挑战二呢，就是要考验你们的眼力跟集中注意力。那待会在电脑上面会呈现两张看起来好像一样的图片，但是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不同之处，你们必须把它圈起来。OK， 明白了吗？这不会很难，我先休息。那就是你表现的时候，不用来，这张纸有十个不同的地方啊，十个。对。哎，俊阳，其实没你想象的难，只要聚精会神，落足眼力，就能逐一辨识出图片里的不同啦。八个了，还有两个，差两个而已。哦，这里，第九个，第十个嘞。注意看一下这里了，哎呀，OK， 恭喜你。你要找到第二样食材就是意大利黑醋，快点，哎，有了。意大利，哇，好快哦你。我常打字的哦。好，表现不俗，不过老婆是不是能顺利找到食材呢？意大利黑醋，第二个提示，健康元气加油站，肯定是招牌。这次听起来好像信心满满哦，不过记得要找的是意大利黑醋。老板，哪里有卖健康的东西啊？健康东西什么健康的？黑醋。黑醋有啊。这个黑醋。老板，那个是浙江醋，我们要找的是意大利的黑醋啊，你看。OK， 你说你比较喜欢吃健康的食品，对不对？我给你的 tip 就是，水果蔬菜不施肥的那种水果蔬菜叫做什么蔬菜？叫什么水果 ？OK， 那个。哎呦，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慧萍，你得赶紧把有机店找出来。你好，老板这么帅。对，刚刚疯的。我还以为乍看一下，我以为你是谁，你知道 ？Miss Moore， 你少了一个字。对 ，Miss Moore 是女的，我是男的 ，OK。有像啊，有像。前面看他蛮像的啦。健康。所以你要找醋，对不对？你要过这一关，就是把这两杯醋呢，让它喝完。我就跟你说，你的醋在哪里啊？开玩笑的吧。好，不要说我对你不好 ，OK？ 我帮你喝一口。不用喝完了，没事啊，喝到完。我马上跟你讲你的醋在哪。在这边。我猜是这个吧。好，恭喜你答对了。耶！好，马上来到了最后一关啊，就是要测试你的华文程度哦。华文啊。听清楚啊，就是等一下会有这个英文的词汇，你马上把它翻译成华文以后呢，从这个华文字里面去找出三句成语。成语。对。成语游戏不难玩，俊阳，你先用翻译器把英文词汇翻译成华文再说吧，来试试看。你要从这里面看出三句成语啊，快点。成语啊。OK。手无寸铁。对呀，手无寸铁啊，把它打出来。有了。OK， 来第二个成语。有石嘛，石墙，还有心，这样应该铁石心。心肠，最后一个了，快点！这个一定有用到的了，狗什么？对呀。然后急，狗会怎样？跳，著名的一个成语啊，对呀。狗急跳，狗急跳。对了，你的食材三呢，就是酸豆。酸豆，对，两个字而已，就是这个，一样找出它的图片。嗯，好，这样它就自动传送了。好，来了，酸豆，所以现在这个提示呢？十个鱼头热如油，又炸又小皆妨碍。注意看那个有颜色的提示。难道是妈妈手？据我所知呢，我们的所在地啊，
非常靠近那个地方啊。那个是 block 10，那我就去那里看一下。决定要去那边，好，我们去。哎呦，有人好像开窍了哦，终于懂得循着提示逐步解开线索。好热，应该是前面那间。前面那间。你好，你好。请问有没有卖豌豆？豌豆。请问你们有没有卖酸豆？有吗？哎，这是卖竹草的啊、哦。虽然它是鱼头炉、哎，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下联呢，不要忘记啊、哦。又杂又小街坊案，可能是妈妈烧。不过这里方圆一百里特别有妈妈烧，难道是杂货店吗？哎，哎，老板你好。老板你好，您那边卖酸豆啊？自己找啊？那就是这里了，老板。自己找老板。老板这么残忍，就是。老板，你那个多叫。呵，杂货店虽然不大，但是要找到一罐小小的酸豆却很费神呢。就是这个嘛。啊。OK， 时间暂停，我们找到最后一个食材了，恭喜你。这个回合两人总共用了50分23秒，可获得3分。好，君阳跟慧萍呢，他们那一组已经顺利的完成了，现在轮到你了。 Chef Melvin 呢，除了厉害这个创意料理之外呢，他厉害就是乡村原味，不耍花俏，也不注重包装，最原始的美味。你的这道菜就是这个意式乡村肉丸，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道菜的食材，注意看啊。首先是将制作肉丸的馅料，包括洋葱、蒜片、茴香和蘑菇炒香之后捞起备用，同时可先熬煮新鲜的番茄酱。接着去掉意大利香肠的外皮，加入意大利香菜、乳酪等佐料及蛋汁，混合均匀之后，就用手揉出一颗颗结实的大肉丸。将肉丸煎至漂亮的金黄色之后，跟番茄酱一起煮上5分钟，就是一道虏获味蕾的乡村美味啦。时间不多，玉书也马上接受5次大考验，看他跟着游戏机同手同脚摆动，哈哈，协调性似乎还有待加强嘞。好，很快了，已经20万分了。哇，好像不会过嘞。快接，快接。哎，超过，超过100万，挑战成功。好，那你的第一道食材要找的就是球茎茴香，听得懂吗？还听我这么难的。球茎茴香是吧？是吧？是啊。对，球茎茴香，快点快点，你要加紧时间。看到了看到了。OK， 这个是那个 banana。对对对。提示一次，在荷兰的一片菜园。菜园。在荷兰的一片菜园。巴沙的那个卖菜的地方吧。有可能哦。那我们就进来这里，随便走了走了。走走走走。超市那边没有十八沙，有卖菜的地方，在后面而已。哎，没想到荷兰村的熟食中心内有乾坤，竟藏着一个小巴沙。哎，很熟个。哎哎，很熟哦，很熟哦。也没有卖 fan 啊。什么 fan？ 我明明叫什么？球茎茴香。哎，茴香的油啊，刚好油啊。啊，就是这个了。可是哈、哦，我只剩下最后一粒。已经有人帮我订了，跟我订了，所以我不可以卖给你啊，除非，因为最近啊生意蛮冷清啊，你帮我找一个客人啦啊。为了完成任务，施梅不顾形象，到处求人帮忙。幸好遇到一位热心的安迪出手相助，才顺利过关。谢谢谢谢谢谢。OK， 这样可以吗，老板？哎呀，你都这样努力啊，对不对？啊，我卖给你，我卖给你。师妹找到我们的第一样食材喽、嗯，那紧接着呢，你要挑战这个任务二，就是要找这一样的照片，有很多的不同之处，可以吗？复杂了，提醒你这里有9个不一样的地方，9个。苹果，就差一个苹果。3个。玉树加油，你老婆在外面可是非常努力哦。OK。8个，剩下最后一个。后面有一棵大树不见掉了。恭喜！那现在你要找的这个食材二，就是。帕马森乳酪，就是帕马森去，懂吗？对不对？哎，有了有了，一样要有照片。好，第二要找的东西就是帕马森乳酪。哎，你喜欢吃乳酪吗？我超喜欢。要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呢？就要去看提示。新加坡没有流星花园，
也没有秘密花园，却有一座乳酪花园。这里有花园吗？如果对荷兰村很熟的人呢，一定知道这个花园在哪里。Why not? 那边是叫什么地方？ Chibi Garden. Oh. That's Chibi Garden. Yeah. OK.哎，原来提示所指的花园，难不成就是集美花园？嗨！哇，一走进来闻到浓浓的花的香味。欢迎光临。他突然间这样跳出来吓到我。你会听中文吗？Yeah, 对，我在新加坡住了几年 ，Yeah, understand. Oh, right. Yeah. 那我想问一下，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托马森乳酪？如果直接拿给你就没意思，对不对？我介绍一些 cheese 给你。哇！嗨！哇，你真的是这集啊，真的是给你 A 到哎。你看，我们这边有很多种 cheese， 那你想试一下吗？我先试那个，我没试过。对不起，这些只是给你看。那个 cheese 是在这一格中间，然后真的对，自己看一下。走开，我这里有刀。来来，快，我会讲这一个。This one？ 哦，七年呢。为了奖励你呢，你找到我就给你吃，还是你赶时间不要吃也 OK 的。我还有点时间。哦，还有点时间。好，来，你看，一看就懂，师妹是很贪心的一个人，整片都拿到啊。怎么样，好吃吗？很爽哦。你在这里吃哦，你的老公在那边跳舞啊，这边过关很辛苦了，你知道吗？那我们现在还不快抓紧时间，快走，拜。哎，游戏玩到现在啊，会不会有点想外面的老婆？对啊，想他在做什么？会哈、哦，哎呦，好肉麻哦，真的。那好了，完成你的心愿，赶快我们现场连线。Tango。好。哎，我老公打来了。老公。Hello。Hello。Hello， 老婆。哎呦，我跟你说，刚才我吃七神好吃，你辛苦吗？辛苦啊，不会啊，这里蛮好玩的、啊。老公加油哦！啊，你也加油，老婆。好好好，有了爱的鼓励，玉树抓紧时间集中火力，迅速的完成翻译工作。全部的华语字都这个找到了吗？对。那现在要三句成语了，关键就在这里。寄什么？有篱笆，然后有受益人。寄人篱下。哎，好，寄人篱下。好，下一个。拘留所啊，有无能啊，有不快乐啊，无能为无能，无所不能，无所不能，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快点，不什么，不拘什么，不拘小呀，不拘小节 ，OK， 好，那现在最后一道食材了，那就是意大利香肠，哇，找的速度还算挺快的。OK， 接下来第三样东西是意大利香肠。OK， 好， okay, 第三个提示就是肉类联合国，也就是说卖很多肉的地方。嗯，人走起运来真的有如神助，连直觉也特别准哦。那我跟你找的是Butcher。哎，你又知道肯定是这边，因为那个店名的Butcher，所以我猜什么肉都有吧。哎，猜的没错，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肉类联合国，售卖来自不同国家种类繁多的肉类和香肠。Actually, I'm looking for Italian sausage. How many? 没费什么功夫就顺利找到了第三种食材，师妹，你今天的运气还真不赖哦。总结两人使用的时间一共是43分52秒，可以得到4分。透过电脑科技沟通变得更容易，在第一回合呢，我们的艺人朋友们呢都在很快的时间就找到这三样的指定食材。不过呢，我们师妹跟玉书这一组呢是稍微领先。那这个回合呢，我们考的是厨艺，就要根据我们的 Chef Melvin 所设计的这个食谱，煮菜的味道要差不多一样嘛，哦，对不对？呀，对，他们要煮出那个意大利的味道跟感觉。是的，感觉很重要，爱的感觉能帮这对夫妻煮出一个春天来吗？
你不要哭了，第一次老公好难过，给你吃是吗？ Chef Melvin，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教我们切这个洋葱，不要鼻涕也出来，眼泪也出来？把这个放在鼻子上面的。哦，冷冻的地方。对。鱼要下炉了。对外面，这边放对外。对外。哦。我的鱼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像鱼的嘞，因为你按的时候啊，你一直动哦，所以如果我拿你的皮，我一直这样，哦，对呀。慧萍这边你是在切这个茄子，做得很好，因为你看到这边，它切了这样，它不会动，可以了，可以了哦。但鱼已经都煎好在这边，配料其实应该要好了，快点帮忙。OK， 帮忙。虽然没什么烹饪经验，这对小夫妻透过努力互补，还是发挥了分工合作的精神。教你一个 small tip， 你放盐，它不会烧焦什么，因为盐会把材料的水分逼出来。哦，颜色很鲜艳呢。哎，现在要加什么 paper？ 你要不要？慧萍，你来啦，你来炒一下。真的吗？放盐吗？是糖。这是糖吗？是盐跟糖傻傻分不清。你们要准备摆盘，卖相很重要。看看了，哎，太阳下山了。OK， 停了。都是油。哦，煮的美美的佳肴差点就毁在俊阳手上。经过一轮的手忙脚乱，俊阳和慧萍总算完成了这道鹰歌鱼烩彩椒。紧接着换第二组开煮，不少人都知道玉书的厨艺不俗哦。给我教你，该是如果你们在家里要弄到很细，对吗？对啊。但他们一直跑来跑去。对。你放盐，你放盐进去，它不会跑这么多。所以这道菜是运用这个意大利香肠里面的材料来做出这个肉丸啊。对，你看那些白白的都是油来的。那不要拿出来吧。那些油应该是它的精华所在，对不对？对，不要拿出来。这道意式肉丸特别之处是肉里还需加入炒过的蔬菜和调料，以及特制秘方的番茄汁。现在我要做肉丸，放这些进去。会不会太少？不会，慢慢来，不然它的油会出。哦，这样会挤汗油，油出来的。这个乳酪，去。哦，我最喜欢吃。你们这个菜煮得很好。哇，谢谢。如果煮得不好，它会太多汁。夫妻俩的默契在齐心合作间完全表露出来。我们，你的肉丸都没有散开来耶。这样做得很好，而且它的皮都在，很香。哎，看看玉书纯熟的手势，是不是很有几分大厨的架势呢？好，这是我们的意式肉丸完成。两对夫妻档好不容易煮出两道意大利料理，到底哪一组能煮出最接近厨师的味道？哪一组又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呢？现在先请 Chef Melvin 为我们 A 组打分。 A 组的这道菜是得到3分， B 组可以获得几分呢？ B 组可以获得4分。加上上一回合的成绩嘛，我们 A 组的朋友呢总共获得了6分，恭喜。那 B 组的这个诗梅跟玉书呢，总成绩获得的是8分。所以呢，这个游戏呢，就是我们的冠军就是诗梅跟玉书，恭喜！他们可以获得我们1000块钱的现金。那另外一组呢，也不要气馁哦，你们可以获得这个500块钱的现金，也不错啦哈。重点是呢，这个是我们大家玩得很开心，有学到很多东西。对。那我们今天呢，也要谢谢我们的 Chef Ruby， 谢谢你们，谢谢我们的评审。好，我们下个星期见。